只要你长期绘画，手腕、脖子等病痛就不是会不会找上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找上你。年轻时总觉得自己身体和 The Wolverine 一样，被蹂躏松了也能瞬间自我修复，但当你进入20、30岁以后，想赶个稿，手腕却疼得无法继续，画手生涯就此夭折时，你会后悔没有用正确的绘画姿势好好保护自己的手腕。为了能成为一个到100岁还能畅快挥笔的大佬，今天和村长一起练习一段很简单的画手大保健操。前还有几个看起来超不重要，但却拯救了很多插画师、动画人的护腕、护颈椎的小方法。Number one， 绘画时不要大幅度转动手腕，尽量保持手臂整体运动。Number two， 不要这样角度很大的侧着用笔，握笔时尽量竖直一点。Number three， 虽然数位屏会慢慢取代板子，但持续数小时低着头盯着屏幕爆肝，只会让你的颈椎加速爆裂，中午都坚持不到就开始头昏脑胀。把数位屏或工作台尽可能升高成传统艺术人工作的数字状态，眼睛平视数位屏，脖子不要超过肩膀。Now， 让我们开始每天的手部运动吧。手部运动。The exercises mentioned in this program are only for light repetitive strength injuries or general daily protections. If your situation is worsened after practice, or condition is not provided. Now， let's get started. 吸气，呼气，手肘微屈，手掌竖直，向左右转动到极限。三、四、五、六、七、八，手臂旋转180度。二、三、四、五、六、七、八。旋转90度，手掌朝下握拳。二、三、四、五、六、七、八。旋转180度。二、三、四、五、六。七八 ，good。轻微抖动手腕，抖极，抖极，抖极。手肘微屈，手掌竖直，手指依次收入掌中。六七八九十。旋转180度，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手掌向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手掌向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双手合十，向上转动到极限。三、四、五、六、七、八，完全伸直手臂，手掌朝上。另一只手向外拉住大拇指，其他四指依次关闭。反向拉住大拇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掌旋转90度，另一只手向外拉住大拇指，五。六七八，向内拉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手掌朝下，向外拉住大拇指，三四五六七八，向内拉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Now 放松一下，斗鸡，斗鸡，斗鸡。由大拇指根部顺在两条肌腱之间往下找到凹槽阳溪穴，顺时针按压，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越过下方肌腱到内侧的太渊穴按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手掌反转，顺着小指根部往下找到第三个凹槽阳谷穴，按压时可以对自己说一些低调的鼓励的话语，我的画技惊天动地，让村长裤子掉地，让 Crims 揉臀哭泣，我的画技强得一逼，我是画神转世，稿费一亿，斗鸡，斗鸡，撸撸，斗鸡。Now， 让我们愉快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吧。Adios。